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愿意坦诚相见吗？此次无忧散重现江湖，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巧合，背后也许另有目的。在下信南名彻，江湖人称玉面小飞龙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 你可不知道这刘明业是什么人啊！人家是大理寺正卿，我之前一直不是很纠结自己的身世，但是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线索，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蓝彻现在一心想要寻找身世，假如哪一天蓝彻真的想起来，公司该如何跟他解释？难道这大理寺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？ 一定就是白转蛋，你若再查下去，早晚生不如死，不要与天道作对。难不成大理寺还想抓鬼啊？或许等到这个谜题解开，一切便都迎刃而解了。